大家好，我是迪克文啊，欢迎收看战舰事件啊。喜欢我们视频呢，就来订阅我们的优酷频道吧，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们发布精彩的战舰世界的视频了。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的优酷频道的最下方啊，大家用 PC 端登录就好，在我们的优酷频道最下方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最新版本的一个加点攻打法以及战术思路攻略吧，也算一个小攻略，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啊。那么感谢啊，本期我们视频导者 MPIKMS72， 我们简称就是72，提供非常精彩一局新登堡的一个战斗。那么他这一局的话，我也去咨询过，他这边的话是出了一个防空，对吧？所以看他射程的话 17.8， 那么基本上就是那个出了一个防空的配件，所以说他的一个防空的话 7.2， 然后呢是伤害非常高啊。德系的话，新登堡在那个 6.5 7.2 远距离的时候，你可以看它的中程防空炮的伤害以及射程要比长程防空炮的伤害啊，以及那个射程都要来得高。那么还是加了一个是隐蔽的配件。那大家想要投稿呢，左下方有文投稿邮箱，大家可以把录像文件及战绩截图发到 dkwanwan@126.com 就可以了。如果大家觉得顶砖很屌，对吧？然后代练呢，扫左侧的二维码联系文文家的旺旺客服，或者说是那个在文文的群里面啊，那个找群管理啊。QQ 啊，客服 QQ 也在这里。这一局新登堡米诺陶斯岛风，哇，能带输出还打 AP。其实现在防空墙的话，就是新登堡米诺陶斯和德明啊，都是为数，基本上就三个防空能力强。那个莫斯科的话不算啊，莫斯科不算。那么而且的话，这个十级方有点屌啊，对面是战列舰的话都是八级的，哇，我开巡洋舰怎么没有这种房间啊？那么这样的话，巡洋舰的一个打击能力会至关重要，主要就是靠巡洋输出。战列扛伤害不像十级船那么能扛，包括一个爆发性的一个伤害输出都会比较难。那么岛风往前走，那么米诺陶斯呢就跟在后面，对吧？差不多了，拉一波烟，看看情况到底如何，看看敌人。这种的话就排兵布阵，对吧？到了预定地点以后，就是想办法排兵布阵了。看一下，而且最近的话，哇，蒙大拿好多啊，就说是各种不服，对吧？然后呢，就是，而且我看了一下，基本上3000+的裸经验啊，打起来都是非常不错。这里的话，防空虽然是被点亮了，但是防空炮的话现在打不出啊，现在是没办法那个输出。但是的话，我们家的那个星盾还好有战斗机啊，对面应该是013的配置。这一轮打德梅因，哇，2500多。德梅因的话，其实对于大口径 AP 弹防护能力差，但是对203的防 AP 弹的一个能力的话会强一些。这里的话继续在这边徘徊啊，为什么帮岛风啊，对吧？岛风都是自己人，肯定是要帮他。我们家米诺陶斯拉了一波烟啊，对面的话是 A 点是有驱逐舰啊，撒了两波雷，对面是机灵加岛风，这一波雷应该是机灵的雷。机灵也知道啊，这里话的话会有脏东西在。那我们家的话，机灵拿下 C 点，那么应该是在烟雾当中，哇，岛风扔了一波雷过去，不知道会不会有事啊？我们看看啊，应该不会中，应该不会中。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机灵，我们家的机灵岛风塔什干卡 A 点会很赚，对面的机灵也在 A 点护卡，对吧？但塔什干被打得很惨，这倒是真的。有时候的话出去，哎，对面的我们看一下，德明这边出来了。看看打一轮，哦，炮弹过去一轮 HE， 但这个位置打起来会有点难，哦，这个有点伤。这个的话，哎，他吃了一颗雷，这个位置的话，德明就稍微再减速啊。但是我们的米诺陶斯可以啊，米诺陶斯，哇，一轮 HE 打4900，我就不用那个炮弹跟踪了。这个跟的话，跟到后面有点看不清，都是炮弹在飞。这里的话，哦，这里还有一个人切着 AP 弹。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对面的海王星吧，或者应该是米诺陶斯。海王星应该是三连装的炮，它是两发的。我看看，对，看小地图也看得出来。那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说，虽然这个插件的话，我们一般是，我觉得它有时候船在转舵啊什么样，我一般还是以看时机的为准，主要是看看效率啊这种，其他的话作用性并不大，可能小地图有船名的话也会比较好一点。这的话，来，你再开炮呀，在开炮呀，哦，在这个位置，哎，没有开炮，再开炮，哎，他镜头切回来了。这的话要么打对上，哦，米诺陶斯速度并不是很快，
一轮过去，这一轮 AP 蛋可能会要爽哦，因为他刚刚开始加速啊，速度并不是很快。哇，12000多点血才一发，核心区啊四发过穿。这的话对上德系对吧？在这种位置的话，就是要打 AP， 打 AP， 巡洋打 AP， 德系的话像莫斯科啊这种，还有新登堡啊 AP 穿巡洋舰侧身，哇，这一轮打5000啊，这一轮打5000啊。好像是那个最上又消点了，他在盲射一轮，不知道这一轮会不会中啊，中了，但是的话哦也打了2000多啊，前面哦打了将近3000多吧，前面25000，现在28900，所以的话北卡在这个位置要当心一点，美系的炮弹应该是有机会可能跨得过来。哇，这一轮 AP 打上去应该是效果，德系 AP 的话打战列舰应该作用并不是很大。哇，两发跳弹一发碎弹，家的爱丁堡还在那边徘徊，其实说实话该走就要走啊。哇，这里被怼了一下，被顶了一下，但我们家的战斗机雷克辛格战斗机已经过来帮忙了。哦，两个战斗机的雷克辛格，这个防空会比较强很多。对面对上12公里，再来一发，看看啊，核心是穿不了，半伤1900多，一发半伤，两发跳弹，就一发半上打上层的，对面德明还卡在那个点，大家就互相晃晃悠悠嘛，对吧 ？A 点麒麟在那里，你打不过啊，而且肯定是一直会被点亮的。这里 A 点没人，天成也走，其实天成留在那里也难，关键有麒麟啊这种。对上的话，看看14点几，难打难打。这个位置的话，虽然是在平移当中啊，我们看看这个对上，而且他是出了那个炮火来袭。看到后面有炮弹飞过来了，炮火来袭，哦呦哦呦，炮火来袭，德梅因这种防空的话，像雷克辛格想要投，我们打飞机能力还是会强很多啊。后面是西佩尔在那里，现在的话其实开局你看过了7分钟的话，它主要还是以保血量为主，因为这种局势下的话巡洋舰的血量是会非常的重要，毕竟我们是十级船，而且的话战列舰的血量都并不是很高对吧，都是8级的战列舰，所以没必要去扛着伤害去互怼它，在一个相对于安全的位置想办法去套路它，这个才是真的。所以说开局你看打了7分多钟才3万的一个伤害，这个没办法，走位摆在那里，但是德明出来了，看他转不转啊。德明这个位置应该只能卖剃头，要不然的话挣钱大回转，我们一轮侧身的话也可以把他打得非常非常的伤。一轮打过去，哇，疼疼疼疼疼，也不疼啊，就500多啊，只是说哎，不是疼的疼，是好伤心，好伤心。来最上，而且的话前段时间哦，他是准备要盲射，对，看着这一轮炮，一轮盲射过去。我一直在群里看七儿，他说他盲射是很夸张的，哇，5发核心区啊，跟你说拜拜，稳，我看聊天啊，老哥稳，这个盲射能力的确是非常的强，我们看看最上，对吧？有时候的话，像那个这种距离的话，其实并不远，所以这种距离的话，差不多12-13公里啊，这一轮正好他是大侧身在那个位置啊。打的真的是太爽了，看看最上要想要禁烟，我们再来瞄一轮看看，你往哪里走，小最上，哇，没打到，最上速度会比较慢。这个德明现在卡着山的话，他卡那个点走是走不掉了，但是的话他想要转，哎，最上，有机会啊，这里的话又能抓到一波 timing， 这的话是往他前炮塔，哦哟。你看，其实我觉得新登堡的一个精度啊，它毕竟是上了防空啊，所以说精度的话并没有那么高啊。如果说是主炮的话，其实精度会非常非常夸张。新登堡主炮加射程的话，它精度会很高很高。对面右边的话是北卡转过来，那么左边的话看看啊，队友血量也并不多，想要队友去站点，我们这里的话继续打最上。德明在那里，烟里面的话应该还有一个船吧，这个烟应该是机灵的眼啊，机灵从 A 点赶过来一直没亮，哇、哦，最上的话这个是走了，但我们现在还一直在被点亮当中，应该是这个最上，不是最上点啊，应该是机灵拉完烟就走了，对，所以说他前面一直在点亮，果然右边的话是有那个机灵的雷，哇，雷比斯曼的话好像是速度并不快啊，吃了一颗雷，只要我们不被，但是现在往前走的话很有可能啊，就是说机灵在右侧能把我们点亮。
航母的话飞机过来看看最上出不出来，然后再看看德明到底在什么位置。德明现在的话要不然就吃雷的对吧，要不然就是躲在山后面，所以说问题也并不是很大。但是他因为出了防控啊，没有声呐对吧，有声呐的话这一波会打得非常非常的强势。麒麟来了，麒麟想要内迁，我们一轮过去看看能打多少伤害。哇，没打到，可惜。哇，开了一轮炮被惩罚，但右边的北卡还打不到我们。哦，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是那个麒麟，哦，这一波雷内切吃一颗，还好损管交掉。麒麟在这个位置，德兵是在山后，所以说我们并不怕，就看看盲射击轮炮。好的，中了一发，然后呢再想办法雷击他。两波雷都扔掉吗？其实并排扔会好一点，并排扔不要对着一个地方扔。哇、哦，这里没有声啊，真的是苦啊，盲射还是打通了对吧。要如果说是那个并排人还说不定，如果有声呐的话还要好。哦，最上这个位置，哇，切了 HE， 天哪，他这个位置切 AP 弹打多爽啊，这一轮最上应该能直接秒了，而且最上还卡山，你敢信，最上还卡山。一轮 AP 过去跟你说拜拜，漂亮，直接打掉了。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德明，德明转过来再是一轮炮弹跟你说拜拜，漂亮，双杀到手，呼呼呼呼，一炮双响。那还有一个机灵在那边啊，机灵的话烟雾马上就要散尽了，那他这里的话应该是啊、躲在山后没有亮。我们家的航母飞机要是能过去点亮就好了，但现在的话机灵六公里这个圈的话点亮他看不知道能不能亮。右边的话北卡哎，那边还相对比较安全啊，这个位置可以上去去怼机灵，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机灵的话哇这个有点勉强吧，这个打到太难了，这个时候就只能怼着山，或者说哦哟，这个是提尔比兹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有三个大宝剑，慢慢要想办法把命活下来。而且现在的话大家数量是一样，对面的列克星顿战斗机追着我们家列克星顿来了，对面的机灵继续打 AP， 德西 AP 啊打驱逐舰会非常非常的疼，瞄的可以，一轮2300多，哇我们家导风死了。哇，再来看能不能给侧身，一轮过去，哇机灵又拉烟了。好的，一轮7000多，再来一轮机灵跟你说拜拜，好样的。哇，这一轮非常关键啊，能把机灵弄死，机灵弄不死就惨了。哇，对面又来送飞机了。哇，那个星盾这个飞机想要搞我们的话，我们是开着 A 啊，这个打飞机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八级的飞机基本上没有近身啊，就想要跑都跑不掉，没有近身是一会儿的事情，直接就打下来了。右边还有一个北卡，哇还好我们消点了，但北卡一轮 AP 弹过来转，哦哟，吓人的，这个有点吓人。飞机又来了，哇双水战，看能不能再把它打下来。好的，那这应该是还是被点亮，被这个北卡点亮着。现在消点了，要离北卡远一点，而且这个山的话你如果说是在这种位置当中有个，这里是不挡的啊，一定要是在山掩体后面，这里的话最多只能挡雷，没法挡山。但是的话北卡没有看我们，他切到了 HE， 考虑减速一下吗？考虑减速啊，果然考虑减速了。北卡的话没有看我们，哪怕被点亮了现在马上进山后啊也会消点，看这留 HE 能不能把点着啊，果然现在直接消点，但是也只有我们是能够点亮他。然后是我们家的米诺陶斯回来了。其实米诺陶斯那个位置的话，航母能给视野打提子和西佩尔，或者说他去雷击提子，我觉得用处也还可以。现在就看一个北卡，对面的话还有三艘船把我们的星盾弄死，但是对面我预计啊，他们的航母的飞机应该是没多少了吧。对吧，双航母雷克星盾的话战斗机都打剩这一点，那基本上抓飞机已经是抓的非常非常的多了。一轮 HE 找，哇没有着，2888，因为北卡的话前面已经是打着一处火，他这边肯定是把损管已经是交掉了，所以说看能不能再点着。哦漂亮，又是点着一处火，这的话我们再来看看，而且他好像是没有出那个消防员吧，所以说后层的话还能点一团火，漂亮。哦，这个炮弹来了，哇还好啊，它是瞄在山上面啊，对尾部一出火，哎中层后段好像是没有火的对吧，要不然的话这一坨火的话会稍微大一点。那
我们继续再往前找啊，不能被北卡弄死。但是的话，这里有人头的机会啊，有人头机会啊，现在是四杀。弟弟有没有机会给我海怪？哇，跟队友说我要海怪，要海怪。那么北卡两把火嘛，北卡两把火嘛，米诺陶斯把他洗残就可以了。哦，打成四百多，哎，米诺陶斯挺火了，漂亮，该你说拜拜。哇、哦，这个海怪是自己拿过来的。但前面的话打德梅因最上那一轮还是比较刺激，这的话提尔比兹在这个位置，还有西佩尔，西佩尔的话不知血量有多少，而且现在我们是被飞机点亮，都不知道哪里的飞机啊，应该是水战吧，水战的隐蔽值会比较高一点。西佩尔还有三万多点血，我们大宝剑的话现在已经是没办法回了，但是一会儿等 CD 好的时候啊，你看有时候这种点 F3 啊，点正中间的话，因为它没有准星，所以说这个点有时候很难点。这的话不要着急的开炮，对吧？ 13.7 的隐蔽值，看能不能拿到侧身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会比较难啊，我觉得会比较难。上手先打 HE， 打西佩尔。其次的话，我们跨山在这里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大宝剑啊，30秒的时间，妥妥的那个大宝剑跟西佩尔拼个一万多，对吧？大宝剑再回回血还是可以的，继续切着 HE， 现在是拿一批弹。但是的话，这个距离西佩尔不大会给我们这种角度吧 ？HE 的收益会更高一点，3700多，打一轮 AP 看看，对吧？如果说他那个，而且的话打巡洋，因为巡洋的损管时间比较短，所以说你一直切着 HE 打，再把它点着的话，毕竟我们是十级船，他八级船，那个这个效率的话还是会差很多。所以说有时候对炮啊什么不急着，就是说是交损管，对吧？其实这一把火我觉得不建议是直接交损管，交个大宝剑也好，或者说先让它稍微烧一烧，其实问题都并不是很大，对吧？要不然你现在再来一把火的话就会很尴尬。哎，没着一枪，哇，打4000多点血。这一轮的话我们临时马上进到山后面啊，西佩尔半伤打不疼，但是蹄子已经是转过来了，这句话当心不要一轮被蹄子秒，不要当心一轮。现在如果说被蹄子打一轮啊，而且的话这种侧身的话，蹄子想打死我们会比较难，这个时候再磕一个大宝剑，然后直接就上去拼命了，对吧？祖传六公里鱼雷，这个直接就上去拼命了，这个没视野就没视野了，赢应该是，我觉得几个点全拿应该是妥妥的赢。切的是 HE， 其实这个位置的话，对啊，打蹄子打 AP 弹会比较好打一点啊，而且的话西佩尔在那个位置，哦哟，是大宝剑，好的，漂亮，直接是把大宝剑磕出来，扔一波蹄子，然后呢打西佩尔一轮 AP， 哇，6000多，没出事情，再来内切看看，我们切到第三视角啊，再内切再打一轮，哇，这个瞄的有点前面啊，打到了，哦，跟你说拜拜西佩尔，如果说一波雷龙还再能西佩尔就好了，再来一轮炮弹，哇，又是打的比较前面，哇，为什么不打核心呢？对吧？打他轮机舱的话伤害其实很足啊。哇、哦！但是的话，西佩尔穿不了我们这里，该你说拜拜，漂亮是带走了。但是西佩尔的雷减速啊！完了，进水了。这个小谢，如果说两波雷的话，对吧？一波扔旗子，然后呢，一波扔那个，但是八颗雷，我想想看啊，八颗雷旗子那个血量的话，应该是要雷全扔啊，旗子才会死。但西佩尔如果说前面不打船头啊，打他中层的话，说不定那个伤害会更高一点，或者减速啊，这种躲躲鱼雷，对吧？指不定还不会死，这一轮要不然能活下来就可以了。23万经验7杀，可以。那最后的话，基本上就直接等胜利就可以了。我们一会儿来看看那个战绩截图，如何？好了，战绩截图，哇！新登堡打100万的银币啊，可以，有点屌，23万，10发核心，7个人头，2个双杀，1个双杀，2次秒杀，哇、哦，强，我、哦、经验哇，3500多啊，屌，可以，这个厉害。好了，那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